桥路基金会呢，从去年开始，联合了在硅谷的一些华人社团和组织一起做抗疫的工作，在民间筹款，然后购买 PPE 捐给开始是国内哈，那后来呢是在美国的一些医院医护机构，同时呢也在线下做很多公益活动哈，包括Food of Love。那我们这个公益大讲堂呢，是从去年开始的一些线上的讲座哈，是主要是为了介绍疫情，然后呢也举办了很多关于人文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这个华人关心区的话关心感兴趣的话题。那我们这个公益大讲堂呢？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100多期线上的讲座，我们也同时开办了一个叫"华裔有为"的一个频道，哈，一个是专题系列讲座，来介绍杰出的华人的杰出的领袖啊，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讲座呢，实际上是硅谷千里，在这个硅谷的开拓者的这个足迹哈，这是第二讲。那我们首先呢，来邀请我们桥路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人之一李金芬女士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好的，谢谢袁文，我们电脑前面的所有好朋友，还有今天我们的重量级的演讲者尹基成先生，还有就是特殊嘉宾吧，朱伟成先生啊，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觉得非常的高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华裔有为的这个专题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硅谷呢，从来就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更不应该仅仅是因为某一种固执材料而大家聚集的一个生产基地。其实，硅谷呢，是当今世界科技技术巅峰的一个象征，也是我们人类智慧水平的标杆，也是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这块土地上啊，我们有非常多的早期的拓荒者。也有许多的先驱者跟领军者，正是因为他们最初在硅谷这个地方无可计量的硅谷积累，成就了今天世界科技经济的千里康庄。这里头呢，有各行各业的人。我想说到尹吉成，我想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熟悉。尹吉成先生呢，英文叫 CC Yin，所以大家常常称呼他 CC。他被美国的主流媒体誉为华裔麦当劳大王和成功改变推动加州政治格局的新移民先驱。我们尹吉成先生，他呢出生呢是在四川的成都，然后呢后来随着父亲到了台湾，他是毕业于台湾的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尹先生呢，带着几十元的美元呢，就搭船来到了美国，就像大家一样是来美国来留学的。他毕业于西雅图的这个华盛顿大学，拿到了土木硕士学位。他毕业以后呢，成为工程师，后来呢也投资了一些房地产，是的，逐步的他发展成为华裔的麦当劳大王。我们尹吉成先生呢，除了是华裔的麦当劳大王之外呢，他在2001年还创立了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简称大家熟悉的 APAPA。他鼓励亚裔参与政治活动，向民选官员来反映意见，来支持亚裔参与主流公共事务及争取权益等等。不过今天呢，我们很高兴的请到了他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硅谷千里开拓者足迹的总策划朱伟仁先生呢，由他来问我们 CC IN 许多的问题，所以呢，Sandy Chow 大家也熟悉，他是我们这个硅谷千里的第一讲的这个讲员，他呢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也是 Sierra USA 的创办人，然后最重要，他是影响了无数的年轻下一代来参与许多我们的这个 social risk 社会责任跟公民意识，所以现在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尹吉成
以及朱伟仁到我们的节目来，掌声欢迎。那很高兴这个今天呢能够跟这个CC 啊能够对话。那么呢这个 CC 跟我的这个两人呢、啊、这个有相当多的这个共同处。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心里边很急，也为这个我们华侨里边的这个利益我们做争取。在这个路上面呢走起来呢也很困难，所以呢我常常跟 CC 说，哎呀我有难处， CC 你也有难处，但是我们还是继续在走这条路。所以有时候啊总是很希望能够亲自能够看到 CC。 那么我说真的是我很期望这个下常常我们看到的时候啊我们就应该这个常常会拥抱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呢把我们自己的苦衷啊互相了解互相这个支持。所以呢真正来说呢这个我今天能够来这个来到这里呢能够跟 CC 在一起呢就是我们能够做点谈心的事情。刚刚这个李建芬也讲到 CC 到了这个美国之后啊真的是几乎就是说这个两代空空的过来。所以呢我今天就从 CC 在美国到了美国之后的故事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所以呢 CC 我现在就是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你到了美国之后，就是说你一下来，那么呢还没有这个开学之前，在这段时间你能不能讲讲你在这段时间的经验？Yeah, OK, 朱文是我很年轻的弟弟，常常是这个在前面走，给这个李金芬刚刚说硅谷的这个故事，都是我们华人的骄傲，就是最尖端的、聪明的、心大的那个头大的人。我认识他已经，我知道他是40多年，20年之前我遇到他就听说朱文这个年轻人，还有给几位他几个朋友，张大花了、龚金线啊，在硅谷造了硅谷事件。我们对他是，我是对他特别他们尊敬。我是这个工程师，是这个 low tech， 没有这个不会想这个大事的时候，喜欢这个做工啊，为了生存，这个给很多华人到美国来都很相近。来为这个华人服为来生存的。我第一像朱文说，我来的那一年是1965年，27岁啊，我比别人大学毕业晚4年，因为我在学校里面一直都留学的，留了4年，从中学到大学，所以说玩的这个人生很慢的。到美国来也是什么都不晓得，借了100块钱来给姐姐给表姐借的后来到了坐船了以后只有20块钱在身上到这个洛杉矶的时候一个人也不认得也不会讲英文也不知道去哪里，没地方住，没人接我就在洛杉矶那个拉斯安那个街上就开始找工作。所以说刚刚你讲这个第一段的事情，就是一个门子进去，不像台湾中午可以看到餐馆，我这边看不到闻不到搞了几个小时才发现怎么找餐馆，怎么讲名字，我可以洗碗，可以擦桌子这种事情到了半夜呢回到原来的一点，一直都没找到，就有一个店叫做 Islander， 就是中国人开的，犹太人做 owner， 所以他就叫我去吃东西了，看到我可怜从那边就开始做这个。当时我就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 Chi Chen， 他说不是，是美国名字。当时的台湾来
拿名字就名字吧，还有美国名字、中国名字。我想是甘乃迪、江森到当总统的时候呢，我想是这样，我就翻译过去。我说美国名字哦，是 Kennedy， 江森怎么拼啊 ？J A S M O N， 我就写出来。哦，这是美国名字，这个名字我一直用到大学毕业，一直做工程师，一直到我到变为美国人之前，都是我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很奇怪的，我认为这个是他们从那边就开始在美国生活。第二个说你有没有经验，我们当时华人都是这样，两句话就呀呀呀，就是一直笑，就是 smile。哎呀，他说他在哪里啊，我就口袋里面拿个纸出来，就在这里。就他说哦，这个很好啊，是纽约欧上海，我是犹太人，我在那边来的，我去那里很多次。其实这个也没有，我没做过，只在船上的时候因为身体不好一个船员说，你假如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就到纽约来到我那个餐馆那个朋友里面找工作，就给我一个纸条，我就给他说好，你有经验，你又有美国名字，就开始了。所以我就开始做洗碗的擦桌子的这个就很好了，因为他们鸡腿啦牛排的煎啦就到了垃圾箱，我就留起来，这样我这个是非法做工，所以很小心，不能要移民局抓到我，警察也不能抓到我，坐公共汽车的特别小心，所以搞了六个月来集了钱以后才有钱坐公共汽车到这西雅图去上学。这就是刚刚你讲第一天的故事。是我这个因为我已经跟你聊过种种的这个这六个月里边呢、你的这个发展跟遭遇其实我是对我来说是非常感动的。那我也很高兴这个知道你这个以后就到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去上学。那么呢我这个里边的细节我暂时其他的不讲。我就是说这个给大家这个开心一点呢、就是说这个最近你这个是怎么样情形你会碰到你现任的太太 Regina 呢？哦，我说这个这个是来时候做工嘛，就很辛苦，当然是我就住在这个也是这个老太太家里，不拿钱不拿做工了，帮她洗碗了这种事情，所以就人家忙得不得了下午晚上呢周末就是洗碗了去扫地了，这样就养自己要养活自己，还要那一年我又把100块钱还给我表姐了所以身上都没有钱。到了这个也不那个时候不能去玩，也没有看到女生都很少看不见女生。到了这个年底了，就是美国的这个圣诞节来了我就是说到我问姐姐说我们没可不可以你我没地方去啊，你她说你跟我来好了，我有几个中国的朋友就开 party。 那我那天第一次在美国来一年多了去参加这样，那是很高兴啊，第一次也看到很多中国中国同学，尤其是看到几个女孩子，那是更高兴，从来我这种年龄看到女生是特别喜欢，在这个看到一个女孩子很可爱，然后这个很聪明的样子，但是也不敢讲话，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国人嘛，学生都是很害羞的后来他们要跳舞了我就去请他跳舞他也是很高兴，所以说我就请他跳了好几次舞，但是呢他是的男朋友带他来的他们有车子有这个就是很穿衣服很漂亮的，我都不敢这个多请他所以说呢第一次就遇到黄之芳就很喜欢他所以这个我就很高兴，就是说假如说你这个有心意有志者事竟成，所以呢这个CC 你的名字很
很适合你，中文叫隐集成，所以你会样样都会成功的，所以呢这个也很高兴。那么你这个之后呢也很高兴了、啊、你刚刚所讲到这个 Regina 的这个又聪明啊、又伶俐，所以呢这个也很高兴，因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所以呢这个我会跟他报告说你这个对他的这个他这个这个这样说了，我们这个 男人呢也有福气，所以呢也很好，在家里啊我们都有太太把我们好好的管教。这个那么呢你怎么样又来到硅谷呢？你听得见吗？听见。OK。来到硅谷的也是跟华人的我们的灵魂有关系了。在西雅图是那个社会他们是很保守的，对我们华人的和学生都很有礼貌，就觉得我们总觉得是好像不属于那个地区啊，都很客气啊。我在做工程师， Regina 是做 social worker 啊，刚刚成家啊，我们总觉得将来的发展生活啊，希望能够在旧金山附近这边的华人的文化还有这个将来的发展都比较好多了啊。尤其听说硅谷，但是我的你刚刚讲我爸爸叫尹继成有原因啊，我是的第一个妈妈最后一个小孩子啊，六个月我爸妈妈就去世了，在农村长大。因为我爸爸认为我这个他的九个小孩子里面我是最笨的，所以他就说西西啊，你是我这小孩最笨的，你只要好好努力你就有成就，这就有个基层说给人家学，然后你自己不行你就可以有成就，他是这样过去，他说这是事实。所以我这个一向都是都遵照我爸爸的这个指示去努力做事。在硅谷来的我就找了工作，就到旧金山，大概1971年就来了，在巴克托拉，在旧金山，他在旧金山做事情，我们第一个小孩在旧金山生的。但是呢那边的这个房地产贵啊，然后这个生活也比较辛苦，我们希望搬到南湾中湾去，后来正好我的公司搬到那边去了，我们就在保罗瓦托山姆特这一带搬过去。那个时候就听说西谷的啊，这个我们几个华人中国人的长大化了，龚金线了 这个徐大林啊，方瑞贤这些名字，但我们都是很特别很骄傲，我们自己，虽然我自己是农人工人做工的，但是很舒服，所以在那边一直没见过他们面就是了。所以就到这边来啊，差不多住在西谷这一带25年吧，啊，20年做工程师，后来就被 lay off， 所以这段20年的时间，就是很多启示，很多像做很多事，但是为了生活、家庭，跟一般华人一样的，要建像当时我已经说，因为我们有安全感。是我记得那时候啊，这个我记得那时候你这个又买了房子，又要付这个很大的这个 mortgage， 又有三个很年幼的这个小孩，那么这个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当时好像觉得我当时就像你做，像我们做我的工程师啊，对外面都没有来往的啊，做了20年，做到主任工程师就被开销了，也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那49岁了，快50岁啊，小孩子还小啊，我们买了很多房地产，因为我们啊，我的人生和华人都是没有安全感啊，所以说省钱啊，节省，然后周末晚上去修理，然后去租出去，这一下子就不能付钱了，然后有
小孩子要上大学，所以都很紧张。那就像好像20年以前又面临后面又是大海，回不去了，只能往前冲。所以那段时间是很恐惧的时候，是的。是，不过呢，也很，就是说，我也听到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啊，这个进到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地区来创业，那么在那段时间，就是说，你这段时间里边，这个你就需要这个在这样子一个困难的社区里边呢、啊，你就是会碰到你自己觉得华人跟其他的族类的这个要融洽的这个共存，那你们讲讲那方面的经验。哦，这个是在后来因为麦当劳这个关系，我才学会啊，给黑人在东湾的，就是我们最危险的那个地区，才学会啊，给他们共存的道理。因为我觉得黑人大家我知道都有恐惧心啊，和其他的观念，但是我发现我在这个东安做第一个麦当劳是做了快10年在那边，发现从恐惧到这个所谓竞争，彼此竞争啊，因为生活的竞争，还有这个文化完全不一样，我对他们很尊敬，佩服，也很也觉得很对不起，因为我们在美国。虽然我们华人就是大家自己努力起来的，但是呢，黑人是没有这个教育了，没有家庭的，没有这社会支持，也是很可怜的，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沦入这个娼妓了，买毒药了，或者是行为不好了，就是他们的英雄，他跟我讲，他们的英雄是在20岁以前。一定要有枪伤，再加上进入监牢，他们就是英雄，所以他们很少年轻人活到25岁，在这个区域里面，其他区域不一样，当然是。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类呢都是好的，我们假如我们能够给他活着帮助他们，以人的道理来讲，不是竞争的方式来讲的话，他们是很喜欢的，所以原来是。要枪打我们呐、啊，杀我们呐、啊，抢我们的啦，还有 China Man Go Home， 就是牌子啦、啊，游行啦、啊，后来我们都变成他的好朋友，到了五年以后，就变成他们的领袖之一，所以他对华人亚裔，我们是有色人种在做作，所以我们在他从那边开始，我就很了解。到现在为止都是所有的黑人的组织，从西谷到这个加州到全国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就是这个我是根据这个周围的张兰华他们做这个新兴教育啦，做这个 Vision America 啦，就做这个思源啦，这种思想呢，中国的思想就是以爱为人服务。道理人类都是一样的。我觉得现在我对黑人他们对我们也是一样的。对我们华人，尤其是爸爸是真的，他支持最多，为我们打拼也最多。是因为这个美国啊，我们都是讲是一个大的熔炉，一个 melting pot。那么呢很多时候在提炼的时候啊，每一个种族每一个新来的移民这个融进去的时候啊，总会把里边最优秀最好的东西把它融了出来。所以呢这个所以你是觉得只要这个你能够互相能够接受的话，那互相都能够帮助。Yeah, 你这个思想是我觉得很了不起啊。理想是对这个聪明特别佩服，因为我爸爸就说你天生不聪明，你只好好学习努力就可以了，
所以我这个人喜欢学习，喜欢去做工，所以我是农人跟工人，不是发明家，不是投资家。你讲的对的，这个在中国当然是学习的阶段，在美国来是成年人阶段，这个阶段里面学到这个你讲的是这样，世界上是的，人的都是一样的，这个皮肤颜色外面不一样，里面完全一样的啊。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民族的国家有很多感情，很多爱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是，那我就跳了一下，因为怎么样呢？我觉得我们好几次这个在这个美国主流的那个媒体里边，有时候啊讲到这个对我们华人这个相当不利的事情啊，你都有邀请这个拉丁族的黑人族的人啊一起来支持我们这个方面。有一次就是说这个主流的这个电台说，这个中国人来到这里，就是学到了这里的东西，就把他就带出去，去回去，就对美国没有贡献，那个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那你就发动了那个对那个事情的抗议，给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华人在这里啊，还是做了很多事情。还有那个有一次啊，这个不小心有一个这个电台晚上的这个节目说，这个问一个六岁的小孩说，中国人来了这里怎么办呢？那个六岁的小孩就是说把他们全部杀掉就好了。那个是六岁的，那但是那个主持人没有马上把他改进。为了那个事情呢，你邀请了拉丁族的，也邀请了黑人族的，我们一起在这个 Chinatown 啊，做就是说我们要对待每个人都要公平的一个事情啊，他们也很踊跃来支持。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美国的时候啊，我们每个族群呢、啊、都应该要互相帮忙，要争取这个平等的事情。那么完了之后我也很感动，你完了之后你还特别找不同的时间每个都去来感谢他们。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在种族这个协和的一件事情啊，我是很感触，你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所以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呢，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我因为在麦当劳里面学习啊，从这个黑人区到白人区、西班牙人区，还有穷人区，还有有钱人区，啊，从旧金山奥克兰到 Sacramento 14个城里面，我就是根据在奥克兰学习的方式来这个继续啊努力的。你讲的这个事情是对的，啊。我是很感激他们的，我觉得我们华人也很感激他们。我们记不记得华人这个Chinese Act 的这个中国人被赶走以后啊，50年都不能来。我们来，你跟我来的那一年是在美国开放第一次从中国人可以进来的，啊，因为美国需要华人亚裔的。技术人员、科学人员，但是我就了解的历史，这是黑人帮我们争取的。黑人就在甘乃迪那个时候革命的时候啊，他们是把就说比较对人类比较公平，而不是说是种族的大问题。所以说那一年我们都是靠黑人帮我们争取的，啊，这个我们这个。应该很感激他，跟其他种族也是一样的嘛。是，这个经过你一番的努力啊，我也知道你这个参加了这个加州这个餐饮工会，那一直在里边呢，你慢慢做到那个餐饮工会的 chairman 主席，就是说这样的话呢，你就是
就是进融入了这个全美国的个主流社会里边了、啊。那你是觉得这个有你这样子一个范这个楷模、啊、这样子的话呢，你是觉得我们华人是应不应该就是要尽早进入那个主流，能够我们华人是不是能够在主流里面做领导的能力呢？哦，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啊！你们在西谷就是做全世界的领袖，不管是黑人、白人、西班牙或印度人，你们也是。虽然印度人在做官方面比我们在西谷做的多，其实这所有的你看出来，科学家、这个啊投资家、发明家还是中国人。啊，只是他们比较会美国的这西方的文化，他比较接近，他们这个人给这个 social 方面比较容易做领导人。我们是其实讲这个，我是觉得很有信心的。在这个本人里面，不要讲这个本人这个餐饮业的中这个工会，还有在麦当劳也是一样的。我刚刚去的时候也知道。麦当劳不要我，这个黑人要杀我啊，那是也是经过这个一段的努力以后，为他们服务，给他有信心，他们开始接受我们，接受完了又做朋友呢，做完了就要我们做他领袖。我是黑人的，也是黑人中心的这个会员以外，也是他们过去这个。全国聚会的时候也是给我奖状，就是这个他们叫做那个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就是我是他们的会员，我是有色人种啊，这个本人也是一样的。其实所以说你讲这个问题啊，经过我是不聪明会做工的人都能做的话常常麦当劳有句话的这个。总裁常常说，假如是谁谁能做你就可以做，你这是什么意思吗？是他是把你做成楷模。对对，是这个很好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华人啊，这 天生啊，第一个智慧很高，聪明努力能干，家庭教育就是对个人讲就是全世界真的是第一，别人真的竞争不过的，个人来讲，这也是这个优点也是缺点。我们竞争不过以后，我们不照顾他们啊，他们就觉得你不管他们，他就更不喜欢你啊。第二个，我们要学会怎么把我们经济时间精神拿出去服务他们，服务社会，就回归更多。这个我们正在都在学这个东西，所以说啊，这是根据这个。你新兴呢、啊？这个 Vision America 呢、啊？就思源这种思想完全一样。你们做这个训练班呢、啊，教育班呢、啊，这就是从那边过来的。是的。不过呢，这个 CC 啊，这个你刚刚说 CC 能做，别人也能做，我绝对做不了，因为怎么样，我一吃苦就逃掉了。所以这个要学习 CC 啊，就一定要能吃苦。不过呢，我刚你说讲到了，我要记得最近我哥哥跟我讲一个故事。他是说他只能够在事业上面有成就啊，是黑人帮他忙的。是怎么回事呢？他在这个他在申请那时候 Chrysler 给他做一个这个汽车 dealership， 全美国没有一个亚没有一个 Chinese 啊能够进去这个 dealership， 但是在他之前呢、啊，在 Los Angeles 呢，那里边这个 Chrysler 必须要在一个黑人争取这个他们的利益的时候啊，给了一个黑人做 Los Angeles 这个 dealership。那天刚刚轮到他来挑 Los Angeles 这个新的 dealership， 那么他就是说就找了我哥哥去说，他说呢。现在这个我想帮黑人，但是帮不了，因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这个经济基础。但是呢，在整个地方，他说我想来想去，
还是要提拔一个中国人 在里边，这个华人在里边，因为呢他觉得华人呢这个消费能力很强。假如说是他不在那边做那个这个选的这个委员会里边他做主席的话，哦，是华人根本没有办法进去的。所以他选我哥进去做这个 Chrysler Dealership 的时候啊，完全是他做这个 campaign。他说这样的话呢才是，否则的话呢这个主流社会啊就把我们遗弃掉了。所以呢我哥就做了很久的 dealership， 一直到他退休为止，他把这个 dealership 就卖回给这个 Chrysler。当时不是 Chrysler， 那当时 Mercedes-Benz own Chrysler， 所以他这 Mercedes-Benz 啊希望就是既然你退休了，那么他们就买回去。那这个故事里边呢也很要紧，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我们大家就是说在美国在奋斗的时候，大家共同奋斗的话，那个是需要互相这个照顾互相帮忙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下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我想心里边很感动，就是说你现在那个背后的背景就是 Asian Pacific Island for Public Affair 这个 APAPA， 那你怎么会想到要开始 APAPA 的呢？你这个问题啊那你来回答你就是你啊这个我比你大十几岁啊，你呢要我做这个事，因为你们在这个西谷这几个聪明啊智慧高啊这个心大的人，就是你啦张大花龚一仙啦许大林啦方瑞贤啦，你们做的这个刚刚讲这些 program Vision America 这个资源然后新兴这些事情啊，你就说 CCR 还有几个日本人，对的，那个时候日本人被关的人小孩子通通去读法律会参加社会做政府的工作，因为他们不希望下一代被关起来或者被赶走，所以他们那一代也 那一代呢正好玩了三十年啊，就在 那一年两二十年以前二零二零年啊，那你们正好做这个在湾区还有做这个 CBC 啦 Oprah 啦那个 Henry Yin 啦还有这个廖正亮的做 C卡巴 都是一样的，做的培养年轻人去投票，大家投票，年轻人投票投票，那你就找我去帮忙，去找人来支持，我就在那边学习这样，后来就受你们的影响，就这个感召，就发现这个事情是好东西，找到我六十五岁的时候做麦当劳已经做二十年了，我就觉得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就不需要往前走了。这个人生就觉得很满足了，但是呢这个价值观呢人生的价值观呢还没达到觉得没有意义。你们这正好那一年加州只有一两个黑人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 Maconda 还在那边，他下一年就到 DC 去做国会议员去了，大家都很紧张将来华人是不是又被关起来又被赶走给杀掉，所以那正好两个加起来在 Sacramento 很多人都西谷人呢就说 CCR 那个就都是一半的日本人啊，就来说你把这个组织起来啊，他说你在每个区域十四个城里面都是做得很好，我是想你这个好啊，我就不要专心做麦当劳了，就是专心做这个人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 give back，就是应该要多回馈我们中国人呢、啊、我们这个我们祖先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过去的这个 motherland 对我们的养育啦基因啦文化啦，对美国的国家对我们对我个人对我们华人亚裔的移民的这个感激，就开始我觉得这人生应该多give back， 就像朱伟人张大话你们这些都已经 give back， 所以我就很愿意去做。那一年
就做个基金会，就说做三代的工作，我们这一代再加上下两代，能够把华人亚裔在美国政治力量建立起来，这样将来就有保障，而且保障的我们的生命，保障我们的这个安全，保障我们的平等待遇，保障我们这个能够在美国竞争的平等就是平等的待遇，能够在美国成功相当于保障，这是一种理念，从你们这几个这几个习古你这几个聪明人的观念和这委托，所以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不知道怎么做法，就我是对黑人的很了解，我是说从基层做起，因为我们人太少，我们也太弱，所以就开始做了，现在20年了，所以全国加州有20个分会，全美国31个分会，在8个州里面，当时都99%都是志愿军呐、啊，今年开始我们要增加很多经费来建立这个，很多专家来帮忙忙。高等的人才帮忙忙，就像这犹太人一样，所以我们把犹太人的做法今年开始加在黑人身上，来在美国做这个政治还有这个种族的革命，这个革命当然是不用枪炮的，只是说应该奉献为主，然后再回归回来，我们就可以在加州现在已经建立很好的基础了现在差不多有20个选出来的人，包括这个江枪还有菲拉玛贝蒂伊拉邦塔这些所以说我们很有希望，江枪我们失败了，但是不是失败，只是我们在努力中间一个过程可能最很希望在下面4、5、6、7年有一个州长出来也希望在10年以内有一个总统出来，这是很可能的事情，这是叫做我们的共同的梦。是因为怎么样呢，我也很高兴呢，在过去的20年呢、啊、这个几十 CC 啊，比这个你刚所讲的这么多人啊，怎么张大华瑞贤啊，这个龚行宪啊，你其实是比我们聪明的多，你在后面指挥我们，我也很高兴常常做你的随员啊，到处跑。所以呢，这个我就讲到这个几样事情，这个爸爸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假如说是我们自己华人在美国不参与这个竞选的话，我们就没办法选到我们所喜爱的，我们所认为这在会对我们争取这个利益的人。所以第一就是说要把大家来这个登记这个作为选民，那作为选民还不够呢，还是很需要做到是什么呢，做到这个你选什么东西，所以呢在这个 voter 这个 education 上面你真的是花了很大的功夫，特别是这个我有一年被 follow 了几十部这个 bus 啊，把这个北加州各地的地方全部 bus 到一个中心点，有几十个这个 politician 就替他们讲他们的立场，那么呢有很多的报道等等，在这方面的努力我是非常非常感动的。但是最要紧的一件事，你主张的就是说这个 voter participation， 你这个登记了选民，你知道了是什么事情，但是最要紧的就是你要 participate。 那么在这个上面呢，选举需要钱，那么呢也需要这个选民来去选，在这样子一个情形之下呢，我是看到你的这个天天都是很紧张的，希望替那些这个要竞选的人替他们筹款，那么也发动很多人去来竞选，在这样的话呢是政治上面是两条路，所以就是说过去也有成功也失败的，你们把这方面的感想跟大家讲一讲。你讲的这个事情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华人呢跟其他移民一样的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把我们自己的 motherland
我们自己的国家，过我们从前我们过来的 motherland 要照顾好啊。第二个，我们的新的家在美国的，我这是我们的新的国家，我们也要照顾好。这两个愿望的话，就是不但要好好做工照顾家庭，更需要制造更好的新的国家，新的在我们这个新的国家，假如我们在上面做领导的话，自然中美关系自然好了。我其实假如没有这个，我们在美国不能做领导，地方这个州给这个中央这个中美关系永远不会好的啊。这是人的自然现象，动物自然现象。第二个，我们要为大众服务的话，就要多给予，像这个星星啊，这个 Vision America 了啊，还有四元都是这个思想，怎么样能够大家来为社会为国家服务。我们有两个爸爸妈妈，我们有自己生的爸爸妈妈中国，我们有自己这个干妈妈爸爸妈妈，我们两个都要报答。在这个这种情况之下，不是困难，这是机会更好。在这里面，就华人这么现在，尤其现在这现在第二代出来了，他们生活都很好。我们唯一就需要的是大家要要大家出钱出力。从前没有钱，这个住人呐、啊，跟我两个经常全国去跑，找亲戚朋友去帮我们组织起来。现在已经组织了20年，也做得很好了。就要刚刚说，就现在就是要经费来的，像犹太人一样的，他们一年的经费是1.5亿，黑人的经费是五千万，然后他们分会是2200个，我们分会只有31个，我们至少也要300-500个人啊。就经费的话，不要他们只要他10%的话，也是要5000万啊，不是十分之一的话也是1500万啊，不是1亿，我算不出来。就是我的意思说，我们十分之一都没有，所以说很希望大家，我们很需要经费。现在我们这个 railroad 做好了，只是我们没有钱去买燃料，我们还在推 railroad， 我们就竞争不过在美国，在其他的族裔里面，白人、黑人、西班牙人还犹太人，我们在政治上竞争不过，我们选不出来。我们人才很多啊，你看，真是了不起啊！你看，这个江军辉的，这个菲拉马的，都是人才多得不得了。只要我们能够年轻，尤其年轻人，我们现在就希望你们多给我们宣传一下，请大家在Papa 方那个website 里面去捐钱，去参加去这个支持。尤其是这个星期六有我们全国有一个建立全国这个 United Against Hate， 是Papa 组织全国起来给40个民间组织、黑人、西班牙人还有这个妇女团队一起来做的，在全国有20个地方，Bay Area 就3个地方，就 DC 啦、Sacramento 啦都有。就是这个礼拜六早上，西部时间11点，东部时间2点，去来大家来游行，来支持这个只支持这个保护华人，不要对我们这个仇恨，对我们欺负。我是对这个事情非常感动的。主要一个情形就是说，不单只在加州也好，在这个两岸，这个纽约啊，这个一直到这个我们两岸，在美国中部的话APAPA 有个 subchapter， 在一个月前，在这个 Columbus 啊，有一场这样的这个开始啊，也有这个4-500人市长都去了。那么我听说这个周末啊，他们就是说单单 Ohio 华人这个组织的城市已经有4个了。所以我是觉得啊，
这些路，这个 railroad 都造好了，那一定要有人在跑这个路。但是要在开发的时候，真的需要很多的努力跟很多的资金。所以我是觉得啊，大家就是说一个人的力量非常，单薄，但是大家的力量全部放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力量就会显出来了。那么呢，还有一个事情呢，我就是说，我也跟你这个跑过去 Sacramento 啊，去，有时候呢，你也邀请他们，就是那个这个州里边的 appointment officer。那么加州大概有4000个 commissioner， 是不停的要被 appoint 来做每个社区里边的每个领域里边的这个 commissioner， 但是呢，就是说不是他们不想这个多点亚裔跟这个华人上去做 commissioner， 只是在他们的这个 database 里边，他们的这个 resume 里边找不到有个就是说。已经准备愿意做这个事情，这个准备这个 resume 有曾经做过这方面的相似的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虽然我们要很努力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他要找一个华人做这个 commission 的时候，他根本找不到这样子一个相对的 resume， 所以我就是说，在这个上面你所讲到的需要一个很大的广播，需要大家来准备好，把你准备好的时候，你可以做到能够服务社会的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呢，在过去我就看到你做了这方面的相当大的努力。是的，我们做了20年了，就是也是在学习了，就是像周围人这些告诉我们做什么做什么。每天都在学习改变，都在进步。这个 appointment 是很重要。你讲加州有，有4000，其他城市里面像还有国家也是几万、几十万的 appointment， 这就是政治力量的一种选出来可以 appoint 几千个人，这些都是他的领导。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都在学习了。法院呢，还有这个政府，还有。政府呢还有立法呢，就是三个权利，相等的权利。这里面 appointment 是其中是最快最重要的。像比如说 UC 啦 system 啊，还有这个 CSU system， 都是要 appoint 出来的。这样子就我们在这里面我们很华人呢在个人上在这个事业上是最有成就的，在所有的族裔里面，只是说这中文人士刚刚说，我们要要第一个要有他这个 appointment 是政治，所以说我们要政治方面要有力量，要有关系，这是很重要的。光是自己行这个特殊的这个行业行。这是一半，其他一半要去参加，要去努力，要去出钱出力，就是不停的去投资。这一半我们要都在学习，在努力。所以你们在这个公益大讲堂啊，能够把这个信息能够拿出去，这是很好的事情。对，我记得这个我们有段时间拼命在push 这个 operation 啊的这个 board member 里边，那么呢，结果他被选上去了。那么在他在任的时候啊，我们也很高兴，三位华人的这个也被选上做这个 state university 的这个president， 所以呢。就是可以看到，假如说我们就是共同努力的时候啊，那么呢，绝对有成果的，绝对对华人呢、能够服务这个社会呢，给更大的机会。我是当时我并没有出很多的力，但是我在后面这个鼓舞的时候，都是阿帕帕的努力而把这个事情做
做了成就。所以呢，我是觉得啊，其实有时候做这个事情是很高兴有几位的人大家一起合作，但是假如说我们有更多人的支持的话呢，这个会把这个火啊暖的这个更，我们共同在一起更暖和，这个火可以烧得大，那可以有影响力。这个是我这个非常这个 CC 你所做的事情，我是非常感动。啊，朱文，你这个太客气了，你是开始的，你造反派开始的。这个现在呢，经过三十年呢，现在组织呢、名气呢、这个制度呢都很好了。现在尤其是加州，我们现在唯需要的就是要有经费，就像犹太人一样，所以这个经费呢，我们才可以起飞，要不然还是要有手来推火车、推汽车，这样我们就太慢了，下一代也不会推汽车、推火车了，他们也不干了，他们要需要大眼睛过来，他们要坐车子到 DC 去，他不自己推车子到 DC 去，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这个你这个讲这个华裔有为是讲台很重要的事情，把这个信息可以放出去，希望我们有成功的华人啊，有钱多出钱，没有钱少出钱。犹太人是15%捐出去，大钱15%，小钱也是15%，这是很好的做法。是，每年都捐出去。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问你最后一两个问题是什么呢？在去年的时候啊，这个山火特别多。有一天晚上这个3点钟、4点钟啊，这个消防局、警察局都来你家，要把你这个赶出去，你就逃亡的这样，就看到你所做的这个农庄里边这个最大的 barn， 本来是拿来做这个活动的，那个整个都烧起来了，那么人也不能住在家里。这个你的感想怎么样呢？我这就是第三次逃亡，第一次是到美国来，坐船来没有后路，第二次是被开销，也没有后路，这是第三次逃亡。我也不知道这个大火会来，晚上来一个电话来我们就跑了2个月，幸好中间没有烧，其他边上都没烧掉了。你刚刚讲大礼堂啦、或者山上房子啦。还有土葬石啦，其他的都烧掉了，这是很凄惨的事情，对的，这个年龄，所以我们决定说，我们要不要再继续建设，还是说，就退休了，这个 Regina， 我们决定说，我们家庭，我们小孩认为这个原装是原来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李金芬今天团队来看了一下，这是20年，这是觉得是社会里面。是不是我们为我们自己家我个人建设的，是为华人亚裔还有美国的社会，他们都是用的，他们从上到下学生这个非盈利的 It's 8 o'clock 都在用这个，就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华人在美国的一种骄傲，我们就要建立回来留给大家将来用，我们也不卖也不传下去，后代继续管理为大家用，就像过去一样，更要用的更多。所以今年这个9月18号礼拜六，州长要到这边来，要我们这个就开放来庆祝这个我们叫做 American Dream， 当然是我们是讲亚裔，不用亚裔名字啊，来庆祝这个 pandemic 这个天灾人祸啊，这个就结束快要结束以后就庆祝美国梦，所以说9月18号。我们就要把开放起来，这原装的事情是的，在精神上经济上健康上都是很大的打击。美国是很好的国家，这个我们中国人在美国来是不但是建设美国过去，将来更要更厉害建设美国，做美国的决策者领导者，不是光是做铁路做技术，这是我们应该的，因为中国的文化好的历史
这个智慧，这是对美国对新的国家是很好的价值，他很需要的，要不然他们总是比较很野蛮的，他们竞争力都是野蛮的方式，啊，我们能够中国的这个文化是很了不起的。谢谢啊，这个要访问你啊，这个绝对是时间不够的。但是呢，你在过去的这个一个小时你所讲的啊，这个又给我啊，继续的这个学习，继续的鼓舞，继续的就觉得我们是有希望的。所以呢，这个我也相信，就是说大家有这个恒心，有这个决心的话 ，CC 能做到的，大家都能做到，只要大家愿意这个互相这个帮助，互相的扶持。那么这个只要有心一定会成。这个很感谢 CC 你今天的这个很感人的这段的这个话语，真的是语重心长，这个给我是个非常的得到很大的很大的益处。那么今天所讲的很多时候我会都记牢在我的心上。那但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样呢？我们要为这个华人的进步，我们必须要每个人都出自己的一份，就是说有力尽量出力。假如说你有其他金钱上面的资源，要绝对要支持这个事情，那使到我们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团结。这个我非常这个认同跟感动。那么呢我以下的时间呢就交回这个主持人。你好，现在是这个文员，这个是不是这个网上有这个很多的问题这个显现呢？现在网上呢就是有一位朋友呢就是表达了他对 CC Ying 呢为亚裔社区所做的所有贡献呢表示说您呢心地非常的良善，也非常高瞻远瞩，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是没有问题，是夸赞您的。但是我有问题呢想要请教 CC 啊，为我们回答一下。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你在这个McDonald's 这个事业上呢就是替我们华裔亚裔争了非常多的光荣，所以美国的媒体呢称呼你说是华裔的麦当劳大王。那你同时也在这个APAPA公民权益方面呢也做得非常的成功。您觉得这两者中间有没有互相的关系呢？哦，是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啊，是的，我在这个社区里面学会啊，怎么可以与这个所有的不同的美国人合作啊，这个他们都是很愿意合作的，只是我们不去，我们去找他们的话都很愿意的啊，在这个尤其是少数民族啊，在这个啊，在这个就是我们发现的结果是说。我们要去为他们服务，真心的服务，而不是就是赚钱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的话，他们都很愿意接受的。啊，在这方面我自己感受很，就是经常有感谢的心。三弟常常教我这个，他上教堂每个星期我就学会这个怎么感激大家，感激我的太太，感激这个朋友，感激这个社区，感觉别人的帮忙，然后有机会就要给予回去，啊，这种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啊这种思想的文化，对美国是人他很喜欢的，很需要的。是，那CC 我另外呢就是有人提问题呢，就是说像您20多岁来到美国，就像你刚刚说一样，就是这次山火呢是第三次，就是没有退路，因为房子烧了。所以像您呢，相信就是说来到美国这么多年呢，40-50年，你一定也遭遇到许多人生中间不如意的事情。那你怎么样子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怎么样能克服这个问题，然后呢能够走下一步更康庄的大道？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这个过程吗？我。
我这个因为不聪明了，所以就喜欢去干。那这个遇到这个所谓困难，我是不怕困难，跟周围人一样。周围人说干大事，我是干小事。这个我有困难，我就去找我的夫人，去请教他，他就一点就出来了，聪明人。然后就找周围人，没有钱，要没有这个不知道怎么办，大事就找周围人呐、啊，这个巩继宪啦，这个方瑞贤这些聪明人，所以我经常去找他麻烦。他们呢，没有办法，他不给我回答，我就不回家，他就没有办法。所以我说，这种解决方式啊，我是认为只要你有决心的话，第二个是把人有这个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他也有恶的。假如我们把人的好东西拿来用，恶的不去拿来用，不去给他不去给他啰嗦，把他好的给他啰嗦然后这个再把这个我们要啰嗦出来东西，好东西先给别人，先给大众，大家的团队第一，我是第三，不是第二。这个别人第一，大众第一，大家的团队的利益第一，他的利益第二，我是第三。这样结果到最后占这个受益的还是我。他这个人类很这个动物很天生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他就会他跟这个植物跟树跟草一样的，他会回来给你的。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这个人不懂不懂这个宗教，不懂这个科学。我是所以说我说我们有这种困难的事情啊，其实不是困难，是最好的机会，都人都跑掉了，都不干了，剩下来你去干就行了嘛。CC 你真的很棒呀，就是在你的字典里头没有困难这个字，有任何问题危机也就是转机，没有困难，真的没有困难，真的是很棒。那我想再有朋友有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像你做 McDonald 开的这么好，然后 Apapa 做的这么好，那你一定耽误了很多时间，是跟家人相处的时间，那你的孩子怎么样来看待这么忙碌的父亲呢？你讲的对，这个我的心脏都有问题，因为他说我这个年纪大了，这个很多支气管了、啊，经常是被我忧虑的关系就老了，又不大休息，就容易出毛病。讲的对啊，其实我发现这个我的三个女儿，还有五个孙女、孙儿、孙女，还有很多朋友，天下的朋友，像三弟这些人啊。还有我的那个老板夫人啊，我对大家庭，我在美国来我从小就喜欢家，因为我没有家庭，没有父母，等于说没有父母，但很多人在抗战时都没有父母的就是很喜欢很爱这个东西，你没有就爱嘛。所以说到美国来，现在我们建立大家庭三四代了有六七十个朋友多得不得了。这个东西啊是对我最喜欢的东西，因为我过去很少这个东西这里面对我的鼓励啊，这个支持是最厉害的，所以我是觉得是很幸运能够在这里面建立很多朋友我的家庭，我虽然是没有很多时间跟他们在，其实我跟他玩的时间很多只是说不是整天跟他们玩我也是花时间给他们去旅行啊，去外面露营啊，背到的小孩子啦、啊，这些事情，只是说不整天在一起。对的，现在人年纪大了，总觉得这个给他们时间太少了，尤其是孙儿孙女了，这个还有我的老的姐姐啦、哥哥姐姐啦，他们帮我照顾大的，我没有时间给他们在一起。这方面我是。感觉上很需要，对的，尤其是我最近几年，身体不太好，更觉得很需要，这是事实，我经常想到这个事情，我是希望能够，
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多花时间在他们身上。对的。像 CC，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我有的时候看到你的孩子呢，也有参与你的这个企业，也有参与 Papa 的，会不会就是说孩子们会受到你的影响，他们也能对这样的一个公众服务呢产生了这种兴趣呢？我这个中国人说身教不如言教不如身教，我是很信这个事情，因为我爸爸不在。我爷爷这很难，我看到他们做什么事情，我永远记得我姐姐做什么事情做得好的，我永远是都照着样做的。对的，我是觉得我的小孩子呢，还有孙儿孙女呢，他们的想法也是很接近的，所以我尤其是我大女儿，最近呢，她20年前那个时候才20多岁就开始为了Papa服务，是的，最近尤其是我的身体不好。他愿意出来，他的个性呢是很强，就像我的夫人一样，但是不需要很200%负责，愿意来服务，这都是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基因，华人的这个好的文化的结果，我都觉得很幸运，很感激。像西西啊，刚刚你提到就是说我的弟弟李宪。也是做了20年，是我们家庭都受感觉，就是了，这是很好的事，是我也觉得很安。我希望多家庭都，我的夫人最近10年5年也很来劲，从前不喜欢，现在她是做一个Papa Foundation， 是为大家来这个捐款，就像这 Stanford University Foundation 一样的来捐款来支持这个Papa继续努力的基金会，基金现在是最需要的基金，我们已经什么都做好了，真的就是做好了，就是要汽油，这个马路汽车都修好了，这个 bus 就是要汽油，就是没有汽油就是很慢，所以要快才能，这是竞争嘛，在美国没有什么其他妙诀的，我们少数民族要在政治上要胜过这个强的民族，就是竞争，就是要跟西谷一样，这个朱伟仁、张大化这些人，龚云宪，他们就竞争出来的。我们没有，我们去骂人，去这个苦诉苦，是可以有点同情，但是这是10%，99%要竞争的，要胜过他们。是的，这是 cruel， 这是很残酷的这个事实啊。但是我们中国人不要怕嘛，我们个人能成功，为什么团队不能成功呢？是的，我们会转过去的。CC， 像你刚刚提到啊，就是说你怎么样解决这个困难的事情？比方说，第一，一定要让大众满意啊，还有呢，就是让提出这个问题的人也满意，最后呢才是自己。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你一下，就说你对于我们现在因为我知道Papa也做了许多。这种 internship 啦，还有就是年轻人的一些事情，你会怎么样鼓励我们的年轻人能够一步一脚印的能够参与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关心一些什么样的事物，才能够更好的能够圆我们的美国梦呢？我们中国最近的下一代在美国生的，还有中国过来最近10年的，都是很精英的，很聪明健康，然后这个教育好，很多人都是有很好的工作或者很富有，这是这一代啊，这是我们一定要成功，这一代我们过去那一代不一样，这一代我唯一就是说我们刚谈这个事情，他认为这个对团队投资啊，钱时间精力了，他们的收获是双倍的，他们在学这个东西这个是西方的文化这个我们东方的文化是相反的，所以这个在我们要你们这个做这个华裔有位的大讲堂，这种事情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能够他们能了解说哦，我们这个在世界上竞争，像中国现在中国在历史上人类上是从来见过的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全世界150个国家里面
在40年里面就变成全世界第二个大强国，再过10年可能超过美国了，在就高过去都低过去都一样的，这都是给他们很好华人很好的信心嘛。假如是我们在美国，为什么我们不能在美国做主人呢？像犹太人、黑人一样，像白人一样，就我们很容易的，因为现在经过这个习古的领导，然后他们做法现在搬到全国已经做好了，默契做好了，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名气好的不得了，啊，这是我们就是要多人参加，要很多的经费来赶快进去，这样我们可以制度化，可以这个经常有专家来帮我们做制度，帮我们管理这个东西，管理要很多经费的，也很多经费的，要好的人管理啊，要不然就是像诸位人常常说，谢谢啊，这些都不都停不久，停不久我们又做太大了的，这个就乱了，乱了以后呢，没有人去管理，没有去建设，没有去请好人来，所以说你刚刚讲的对，这个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啊，是我们在华人在美国、在中国、在世界上，都是十年，我们就可以在美国做美国的主人，就是就中美关系自然好，就中国跟英国、德国、法国，给这个犹太一样的。所以这个一箭双雕啊，这好事情啊，下面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是，像西西刚刚就有人请教啊，他就是说Papa 怎么样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呢？Papa 怎么样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呢？是的，Papa 就三代的做法，我们这一代已经过去了。朱文仁呢，年纪轻呢，他也是，我是比他大十几岁，但是这里，这个怎么可以请年轻人参加？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很多资源来把这故事把这个整理起来，然后两个东西，一个去宣传，要就 online 这些东西都要花很多钱很多时间的。第二个，把我们的制度，把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建设起来，就都需要很多经费的。要快的话，就要很就说到最后，就说要大家去捐钱。我们需要一年，假如是我们的十分之一的话，是犹太人的十分之一，这黑人的五分之一的话，我们一年至少要1000万。现在我们的经费是100万，这个到10%都不到，需要这个经费的，没有办法的。要不然做不大做不好，所以说我做不好的啊，所以他们这个朱文仁就过去出钱出力，后来就说谢谢啊，怎么就没有制度，不就不延续不下去，这是事实啊，因为没有这个资源，不是说我们不知道应怎么做，我们知道怎么做，因为像黑人、白人、西班牙人过去建设美国250年都在学习啊，我们中国人学习很快，像我这个我爸说我是最笨的。我都能学的话，这个大部分中国人都比我聪明啊。就是说，就是对的，怎么人参加？就是第一个，我们常常讲说，我来，你来做，我来做，不是讲朱人文，你去做，你去做，你去捐，你去做事情，这就不行了。就说我来做，第一个，我来做，我来出钱，我来做，就对了。每个人年。就这样想的话，老年人年轻这样想就对了，就出来了，很快就出来了。好的，我们希望今天的。俊斌呐，我要替这个 CC 这个回答这个年轻人的事情，因为这个每年这个这个所谓这个实习生的这个计划啊，这个我们所谓这个Vision America 的这个事情呢，这个从前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城市，就是从这个我们南湾开始，那么只有一个 group， 但是呢慢慢就发展的时候呢，这个单单 APAPA 下面就有十几个城市都参与这个 internship 的这个
这个活动。这 internship 活动就是给这个中学生、大学生，把他们放在这个被明显议员的里边做实习。第一个呢，就使到这些年轻人能够这个跟这个对影响整个社会上面有直接的接触。那么另外一个呢，也给这个被选的议员们能够了解我们整个社团的这个团结跟这个社团的愿意来服务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政治上面有很大的影响，对年轻人有很大的鼓舞。所以呢，这个每年这个 APAPA 都这个组织了十多个他们的 chapter 里边，十几个城市里边的年轻人能够很早就参与，我们对这个华裔对亚裔这个有贡献跟启发他们，直到这个将来能够把一堆领袖出来的管道，把它先开始之后再培养。所以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就这个很感激这个 APAPA 这个 CC 啊的鼓舞出来的这个结果。所以呢，我就是 TCC 这个回答跟补充一下。是那个谢谢 Sandy 帮 CC 回答这个。那因为我也比较长期关怀这个internship 的事情，我觉得刚刚 CC 提到了，就是加州呢能有4000个 commissioner 的职位，我觉得呢我们这个 internship 的是否应该更扩大到方方面面。如果我们这么希望我们华裔的人能够做 leader， 然后呢我们能够 on the table， 然后我们可以 appoint 一些亚裔华裔参与一些公共服务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就是未来在这种 commissioner 的这种 level 也可以多增加一些 internship， 让孩子从基层开始做，这样子我们这块饼呢才能够更基层。这是我觉得，因为今年我也试着让一些孩子能够参加internship， 但是因为名额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关心我们的社区，只是有的时候名额方面呢还是受到了一些限制。所以我很希望不管是 APAPA 或者是CLUSA 呢，将来都能够更广泛的，不一定要到政府里头去做，他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有这种 internship 的机会的话，可能让孩子都有机会可以学习。这只是一个有感而发的建议。然后我想袁文继续看一下，现在袁文你看一下，现在有人问问题，继续有人问问题，你稍微的提一下好吧。好，谢谢。有一个观众的问题哈 ，Jerry 他在问，说你觉得美国的现行系统对华裔有特别的打压和歧视吗？华裔的参与应该 focus on 在改变美国的现有体制，还是尊重和回归美国的传统？美中关系当中，美国应该迎合中国的一些无理要求吗？就是说最后一个问题是指怎么如何去看待这个中美的关系。这个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最最中心的问题。对的，中心在我们这所有的运动里面，这两个问题是最中心的。在美国，我们华人怎么样这个态度，就美国的社会，我们的责任态度对中美的关系，我的看法，第一个是这个，我们在美国的话，就是要用美国的利益，美国国家利益第一，我们是美国人，这是我们的国家。就像其他移民在美国之前250年都来移民的，他们也是来的时候也是自己老的国家，我们也是从老的国家来。那这美国利益是第一，但是呢，美国利益第一跟中国利益第一没有冲突的，两个可以第一的。所以这个人可以解释一下，在我们在美国做美国的这个移民，这个美国的国家才250年，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现在才一半，还有一半要建立，所以说
他们不健全的地方、不好的地方是正常的。啊，我们要去，我们华人到美国来要投资，中文叫牺牲，要投资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要投资我们的精力、时间，像家庭啊、个人的时间、精力了、经济能力了，啊，都要投资的。投资一般西方人、犹太人是叫15%。我们15%的时间经费都要拿出去，他们叫教堂每个星期都要给钱的，都要给时间的，我们就不习惯这个，这就是一定要投资，没有办法的，投资才有回收，所以说我们要把美国重点摆在第一，跟我们没有冲突，对我们是好事情，我们把美国变得更好，我们把中国的文化，比如说仁爱忠孝仁学教这个我们的智慧比人家高，我们这个能够为多服务，所以我们的为其他人多服务，社会就会回来，就是 double 回来。中美关系刚刚我们谈这个事情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我们一定要在美国要有政治，要决定力，要领导力，要是我们的，是这兄弟关系自然好的嘛？你看欧洲不是一样吗？这个犹太人也是一样的，这是自然现象，你不要强迫的，怎么讲都没有用的，怎么打架都没有用的，啊。第二个，我们中美关系里面啊，是我们中国人不要管美国人怎么做，我们就中国在中国自己国家里面，我们把这个世界上人中国，我们中国做好，帮助世界更好，帮助美国做好。这个美国人也是人啊，他也会感激你的，所以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思想是很好的，就会说仁义道德啦，这个这都好事情，就照这样的话很快，我们看得很慢，假如我们大家都做的话就很快了。那非常感谢 CC 这么晚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精彩的讲座哈，也非常感谢朱伟仁先生哈，我看你们两位像老友的对谈哈，挖掘出很多CC的故事，非常感谢。